曾在任天堂 NDS 上发售，而且在海外也有高评价的《女神异闻录：超时极速》，公布了完全版《女神异闻录：恶魔求生者：超时极速》的宣传影片。在任天堂 3DS 上登场的本作，是描写 NDS 版结局之后的新故事《第八日》，并追加了全程语音的新要素于其中，加上 3DS 的裸眼 3D 技术。呈现出的精美高画质及立体的画面，有了这么多的改变，看来已经不算是个新游戏了呢。《女神异闻录：恶魔求生者：超时极速》已经在2011年发售日本版，台湾版则是2011年夏天预定。